文熙啊，你这个手机啊，我给弄丢了，只剩下这几颗碎钻了。我再慢慢给你找啊。那我车呢？车，你看看，给你个惊喜。哎，当当当当。这是啥呀？那我赶着上课去了。再见。一万次都只想和你相遇。在微笑哭泣拥挤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叶有宁同学。叶有宁同学从欢州一中转过来，成绩非常好。以后呢，大家要互相团结，互相学习，好吗？坐下。哎，你这是？我不想有同桌，影响学习。好吧，上课啊，认真听讲。小爱呢？小爱啊，练球去了。那你怎么不去陪他呀？那你不陪他呀？我陪你们呢。你是东北良心。我叫夏文熙，你跟刚才好吗？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